有中了福袋的朋友，恭喜大家！咱们所有中了福袋的朋友，可不可以帮敏敏扣一朵小星星，扣一颗小星星？我们一起站站榜，做做数据，家人们，我们扣一扣小星星，感谢老板。送给大家。哎呀，我怎么只剩一半了？谢谢，感谢所有朋友送来的小星星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我们板蓝根同学，谢谢我们老板，欢迎老拽，欢迎可拽可拽了，欢迎三天，欢迎咱们江南哥，晚上好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点歌环节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欢迎天道踌躇六。我站在草原只能看到牛，那你还好啦，我站在草原说不定连牛都看不到呢，说不定只能看到草呢，你还能看到牛已经可以了。欢迎追梦的年轻人啊，欢迎欢迎。可能站在草原，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连草也看不到，可以看到羊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谢谢。可以教我弹古筝吗？目前我们不教学，我们是直播给大家分享音乐的。我线下会有教学，但是我们在线上就不教学了。欢迎康源农场，感谢君子的关注，谢谢。有没有要点歌的小伙伴们呀？刚刚你们有点一首笑看风云，对不对？明明会跳古风舞吗？哦对了，家人们，我来给我们所有的新朋友预告一下，我们是5月1号会有我们的周年庆，然后周年庆当天会明明给大家准备了一支非常好看的古风舞蹈，所以大家有空的话一定要来捧捧场哦。我们5月1号的晚上周年庆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学会我电脑上的这个字要怎么搞，等我那个下播去问一下怎么把它弄到屏幕上来。以前都是两个人一起弹古筝，现在怎么就一个人了？因为婷婷她就是还没有回来，要等她回来我们就又是两个人了，好吗？还会有这样子双帧的节目形式，大家放心。但是周年庆那天婷婷可能不会来，
他来不了。说啥呢？信号不好，听不见。不许听不见，必须听见。5月1号你们都要来哦。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节目，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很多的红包啊，然后抽奖一些给到大家。高山流水可以，我们点赞到50000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的点赞是1.7万，咱们直播间现在119位哥哥呢，119位哥哥姐姐，大家随手点一点赞，我们的赞马上就能突破50000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点点赞吧，家人们，一起点点赞。二宝跳舞这个必须来，晚上我预估是7点钟，我再确认一下时间，应该是5月1号晚上的7点钟。对，一人点1000就够了，大家双击屏幕点赞。这样吧，我来一曲点赞神曲，好不好？我们那个笑看风云，等一下，我来给大家弹一首点赞神曲，你们跟着我的节奏，我们一起双击屏幕，行不行？咱们一起动动手啊，家人们，跟着我的节奏，给大家带来一曲热闹的《白马》，我们的点赞神曲。没有，我也是要考虑流量的，好不好？周年庆7点钟，我感觉流量应该差不多。白马，差点忘了要谈什么。来，我们一首《白马》走起。
白马送给大家。大家有没有动一动发财的小手呀？我看看。我们的一曲白马弹完，我们的点赞已经突破了2.2万赞的大关喽，已经来到了2.1万赞。家人们，我感觉你们还是在偷懒啊，怎么回事？咱们直播间141位家人呢，咱们直播间141位家人呢，大家一起动一动手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动动手，点点赞吧，家人们。感谢关注，欢迎纯粹加团，咱们就是说纯粹。欢迎刹那，是谁说我在乱弹呢？我看看，谁说我在乱弹呢？你出来，你出来，我们 battle 一下。扫弦好有气势，你看，多有眼光啊！这位朋友多有眼光。捏指一算，朋友们查个差不多出现，他估计没有这么早。掐指一算，哎，算错了。白马弹得很棒，谢谢家人们。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哦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来的小星星小花花，谢谢。弹一曲给我听听，我刚刚不是刚弹完嘛，欢迎咱们帅叔，还有不到一个小时。站来峰会啊。十面埋伏可以，但是咱们点歌的朋友要加团哦。你们说你们连个灯牌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些都是牛，所以你对我们乱弹琴。大家同意那个梦想哥的说法吗？他说你们都是牛，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他说的。他说你们都是牛。Only gay。来，我看看有多少家人想听十面埋伏的，我们在公屏上扣小一。一江南可以，我们有多少朋友想听十面埋伏的？我们在公屏上扣小一。谁说我真傻？我可机灵了。谁说的？怎么能说我真傻呢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就是你们整天对着一个人说你真傻，你真傻，你真傻，总有一天他会变得越来越傻的。你们要夸我机灵，知不知道？你们越夸我机灵，越夸我机灵，我就会越来越机灵的。青蛙词好，我等一下给你弹啊。谢谢旅行，谢谢你送来的你最好看。有这么多朋友想听十面埋伏啊，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来一曲十面埋伏。那我给你们弹十面埋伏，你们帮我点点赞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我们公屏上掌声走起。那我们真傻。就是嘛，我们要统一战线，家人们，我们应该统一战线。你们说我真傻，我是一个傻傻的主播，那你们是什么？那你们还在这里看一个傻傻的主播，那你们是什么？说把自己坑了。谢谢大家送来的掌声，感谢。我们点赞的同时，不要忘了给我扣掌声哦。大家的掌声越热烈，我弹的也就越有劲啊！一首《十面埋伏》送给你们。昧着良心说不出这个话。嘘，我要开始表演了。傻傻的粉丝，大家有这个自知之明，我挺欣慰的，我感到非常的欣慰。感谢老板送来的红包。看我表演瞬间变脸。
首《新编十面埋伏》送给你们。家人们，我们掌声走一窝哦。有感觉到我的杀气吗？谢谢旅行，感谢旅行，谢谢深深，感谢守望，谢谢过客，谢谢狼，感谢梦想哥，谢谢咱们云哥，谢谢谢谢，欢迎深深加团，感谢我们老板送来的红包啊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为我点赞，祝你幸福快乐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好的，好人一生平安。今天啥也没抢到，这样吗？是不是我的杀气让你们吓到了？怎么我一曲十面埋伏弹完，为什么我们从120多个人掉到了80多个人？就是我的杀气弹走了40个朋友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，家人们？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没有啊，很喜欢扫弦那种，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我害怕我的杀气把你们赶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唱首歌吧，家人们。我们换个风格，我们唱首歌。哦，还有板蓝根同学的青花瓷，是不是？那我先弹完，我再唱。把小妹妹都吓跑了，陪姐妹你。雨水禅心，咱们带灯牌点歌哦，就是你们点左上角，可以一抖币开通一个粉丝灯牌。一抖币喝不了一瓶酒，那个买不了一包烟，但是却可以交到我这个好朋友。咱们所有没有加团的，我们加个团啊！没有点关注的，给明明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谢谢。恭喜咱们风雨粉团等级7级喽！你是不是改名了？你是不是改名了？连续弹了几首，你不累？我真的不累。好，我累了，我累了，我唱首歌。咱就是说，有台阶就要往下走，有台阶就要踩着往下走。那我们就给大家来唱一首最近比较火的《太想念》，好不好？唱一首《太想念》。将军令，我们点赞到50000吧，现在点赞是2.6万，家人们。我算是知道了，每次都是我的真爱粉们在点赞。每次都只有我的真爱粉才点赞，所以我们的点赞一直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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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其他的人肯定都是在偷懒，你们肯定都是在偷懒。谢谢笑看看风雨的点赞。名山谈不了，因为名山转调，名山谈不了。名山都是我高考的时候弹的曲子，现在已经过了那么几年，我也不记得了，说实话。那时候高考艺考的时候学的名山。来唱一曲《太想念》送给大家。咱们的那个勤粉们忍耐一下啊，我唱首歌。不许跑，你们不许跑。想听一江南可以呀、啊、林冲夜奔也是 C 调的，弹不了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点一点点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缘弥漫了我整片天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了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
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好比天上风筝断了线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你不曾看见那双为你哭红的眼，我对你太想念，太想念。蓦然回首，奈何人已远。来点掌声吧，家人们，我们来点六六六，来点掌声吧。太想念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，甜蜜的蔓延，你的影子一